一二三，然后就跳了。试卷上有题目不见了，再翻面，问题也跟题目内容对不上。那第八题就被吃掉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所以其实就还是有影响。考卷发下去，学生看不懂，校方才发现出大错，只能择期重考。这是台中某国中一年级的段考英文试卷，有学生作答时发现语义不完整，根本没办法作答。监考老师检查后，找出题目被裁切掉了。开会后认为错误太多，校方只能决定让全校400多名一年级学生重考英文科目。不能说你只有一个老师一直出，然后题目出了对不对都还是一个问题。检查后再出题，我觉得让学生他考起来也比较顺啊。家长们认为校方应该做好考卷的检查，不该浪费大家时间，希望不会再有下次错误影响孩子们学习权益。那本校会再针对命题老师跟行政端印制考试题目的最后确认，再多做检讨。错误原因，校方指出是当时考题出炉时，有其他老师建议出题者重新调整图表，没想到导致题目跟图表都超出列印的范围。大量印之后，学生考下去才发现错误，实在抱歉。目前决定20号下午重新测验，而教育局也会派员督导，让校方好好检查，不要再让学生重新测验再来一次。TVBS 新闻吕正成、廖凡一台中采访报道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